到了，只差两分，有没有加分题？嗯，我可以问一下评审吗？就是请问一下，什么只差两分？同学，你过分的大胆跟我们要求分数，小心被扣分。我们原本是有机会让你过的。对，其实你知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你可以拿到这样的分数？不是因为你唱歌，而是因为走上来，大家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加分表演一下，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所以意莹要不要来加分题？因为现在还是有两分的机会哦。没有关系，要不然加分题我就下一次，因为我想就是增进自己之后再给老师就是评审一次，这样可以吗？只差两分就能及格了，这位参赛者竟然放弃加分的大好机会，而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决定呢？其实我觉得我的声音也没有很好啊，有感冒，所以我想下一次只要我再努力一点的话，我会努力来参加这次比赛的。谢谢大家。超级星光大道 Part 3。你为什么想要当明星？因为我觉得我看过很多很令人感人的作品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出来。当爱情化成冰河，还有什么曲折？冰冷的心不会再发疼，想要慢慢忘了。突然发现伤痕刻得越来越深，最后五秒。好，我们的周一彤可以有加分题。好，我要自己清唱一段我爱你。撒浪嘿哟，爱的理由不会有错，就算换了时空也会做相同的梦，伸出手请带我走。撒浪嘿哟，爱的理由不会有错，笑着流泪的我对你许下了承诺，爱已经。恭喜过关，周一彤今年20岁，最后能过关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康永哥，其实他一上来开头唱错之前，就还没开口唱之前，郭子乾就按了3分给他了，所以我想昏庸两个字送给他是完全没有问题。不，观众他是观众某些观众的代表嘛。对，不，他长得很亮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外形我觉得在塑造就可以，对，其实不得心应手了嘛，没什么不对了，没有什么不对，谁说这演艺圈都要唱得好，然后长得很糟的呢？所以邓导给他这个一分是因为自己讲自己，觉得以身试法了啊，我觉得是这个外表，这是一个 star 啊，这是一个 star， 对，这是有机会的女孩啊。恭喜你过关了，那你觉得你自己为什么会过关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有坚持到最后，对啊，因为我心脏快跳偶像。未来某一天，你或许调皮捣鬼，或许惹我生气流泪，可我依然。所以可以追加加分题。你要表演的是竹笛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我会的乐器有钢琴、琵琶、陶笛、竹笛、口琴。对，好。加了一分，小林老师加一分，郭哥也加一分 ，Roger 给出第3分，难得的林维仁老师也加了一分，谢谢。好的，还是没能过关，但是他的笑容还是非常的甜美，下次再来好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因为那么多才艺，可是还是没有。现场庞大的压力会常让演出失常。
不断练习才是最好的方法哦。你为什么想要当明星？因为我觉得我比周杰伦屌。你曾经让风飞行于你，你是全能大君王，我好好亲近你，更加的亲近你，你是圣洁有心事的爱，还有最后五秒钟差四分，传留在非常的高，没能过关可以立刻追加加分题。好，我要表演的才艺是大提琴，然后我就是比刚刚那个同学会多一点点乐器，我会十样乐器，谢谢。需要报告一下吗？我会，求门练习感，没有骄傲。报报告。我会的是两个老如明需要你报告。大提琴、中提琴、长笛、竖笛、爵士鼓、吉他，哎，然后我还会魔笛，还会萨克斯风。爵士鼓会吗？会。那现场来一下，哎，来来来来，爵士鼓哦，好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点名表演，鼓还蛮高级的，他是学说相声的嘛？警告你别弄坏。哎呦 ，solo。下下啊、哦，来，带来一段巴哈的无伴奏，谢谢。你也给他满分嘛，他很好笑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，看你的节目学来的。我没有分数可以讲给你，不要不要 too much。 好，在这边郭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？你也给他满分。这个乐器可以放弃了啊，去走喜剧、啊、是好，可以多元化发展。谢谢，恭喜你过关。过关了，心情怎么样？超开心的，因为我妈妈九点就来了。所以你要飞回香港吗？没有，我很开心，就是很紧张，就是快就豁出去，想说上台只有妈妈上台前来讲说，上台只有一次机会，表现好一次一次，就不好一次。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讲？妈妈说的对，我超爱你，我真的超开心的，我真的离我的梦想越来越前进，越来越迈进，我超爽的。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，然后也参加很多表演的社团，所以最后对表演充满很多兴趣，然后我想要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有你我过的什么调，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最后差一分还是让他过关了。好，谢谢。最后关键的时候呢，过关了。那邓导，我比较好奇是，假如有加分题的话，你表演什么？我可以来一段啦啦队口号。哦哦，好啊，好，好吗？对不起，痛不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跟我讲一下，我的麦克风应该放哪个位置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感觉好像 OK 了。谢谢，对不起，你刚喊的口号是 Girl 什么 ？Girl Focus， 这是我以前的啦啦队，之前有高中是啦啦队。哦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甜美，非常 Focus， 谢谢。